嗨，姐妹们，今天吃的是番茄米线，自己做的。好好吃啊。就是有点太烫了。瞬间不冷了，
嗨，宝子们，今天吃的是炒合菜，这个红薯粉条特别好，它一发五斤，29.9。就是被我放的有点坨了。装点饭来，又装了点米饭过来，太好吃了这个粉条。Thank you.
宝子们今天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有这个红烧狮子头盖浇饭，有没有喜欢吃的宝子？